自我，冷汗似拼出一身刺，流汗血尽赤心，追寻大意义，生命作赌注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睇新一集《勤信》。依日 Jeffa 三月喎，知唔知系咩日子呢？呢个陈三月我知系欧联十六强开波，冇错啊 ，Jeff 你啱咗一半啦，其实系四长期先啱嘅。哦，四长期，依啲陈食得噶？咁睇嚟同学对四长期嘅认识都唔系好大喎，阿 Jeff 不如我哋睇片啦。好啊。天姐，我要吃十个，唔该。哇，爽啊！终于补完课要食嘢啦，拜拜。哇，正啊！补完课，等下先，电话震喎。咦，天主 WhatsApp 我四旬期要乞几？系喎。四長期開始咗咯，爸爸，好啦，食一個撈麵，唔食十個撈麵。唉，今日星期六，都仲要補課，仲補到咁夜添，而家先放。唉，咪係咯，咩人嚟噶？補咁耐，不過呀，天都黑曬，我而家連車啊都要等耐啲啊！喂，你翻去有咩搞啊？打機咯。你知唔知今晚做咩啊？做咩啊？西甲決賽，曼聯對湖人啊！西甲決賽，曼聯對湖人，係今晚咩？係啊。好，我今晚一定要翻去睇，兄弟啊，提我耶。好，咪住，我好似留咗本《西經》教科書喺上面。嚇，數石。你介唔介同我一齐课室攞？吓，得闲咯。Only you can take me 彩世经。Only you 能杀妖精鬼怪。能保护我，唔使俾啲旁证孩证的。No！ 我而家身处嘅地方就系马鞍山嘅喜泰街。喺2015年嘅2月30日就发生咗上述案件，疑犯就沿住喜泰街往吐露港方向逃走咗。如果有市民目击到上述嘅案件，可以在 lunchtime 的时候去到医疗室门口跟我们勤信会的行动组联络的。没错啊。另外呢，头先对片那里也都看到阿 B 是控制不到自己的。或者我们一起看看究竟四旬期应该怎么做啊。四旬期是什么？四旬期对于我来说呢，就当然是期待复活节的来临啦，就是耶稣纪念耶稣受难啦。但是直接一些在我們生活呢，我想應該可以做一些黑記的事情、例如、我想對我來說打少些機吃少些東西、大家同學都努力了。沒錯、今天的時間差不多，有機會再見吧，拜拜。3、2、1，Action！反事后亦都往吐露港方向逃去。
如果市民在以上的時間目擊到案發的經過，就請在 lunch time 的時候到醫療室門口和我們勤進會的行動組聯絡。再見。沒錯啊。今天的時間再見。自我寫我一生的詩，情共愛來去似，不要笑啊，不要笑。劇寂滅水世紀，留下了驚有愛詩，英雄有骨氣，拜拜。哇，謝謝啊。喂，快點，不及你了，不及你了，不及你了。